八块钱取下巴，下面剪十八块。看下巴要剪十八块钱取下巴，还没有多少十八块。来，看下面剪，一三四五。来，我讲，这样第二十八块钱取下巴，下面剪十八块。看下巴个十八块下面剪嘞，看下巴十八块下面剪嘞。保安好，看下巴十八块旁边剪哪好？好，看下巴十八块旁边剪哪好？来，别走，来。这样当好钱，我这边够两万，我这边够一千块。快过来呀，来。帮忙的，快讲来啦！等我听下吧，反正我是我处理这些的。快讲来啦，好来，迄个甩烟唔免做，再再问我啥咪？虽然我快讲几讲来，啊，一包一斤三百块，一包卡卵一斤重，开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买，安尼好无？快讲来，两包起卖六百，可能卖收了同意卖来，两包卖六百，开五百、开四百、开三百，再食甩烟的，无偌济，卖讲上久，三百，只要我来。快给讲，迄、那个西兰吼，两百都来，好来，帅烟两百都来，这才五花三米啦吼，来两百，好帅烟两百块来一边来，好啦，帅烟要吃就吃两百都来，帅烟两百块什么吃来，帅烟两百块，帅烟啊，无啊，帅烟两百，这什么鱼啊？煎鱼不对嘞，来两百，还可以不会念的，还能念。哎呐，唔爱听过，唔爱听过吼。Andy 啦，来多两百来。哎呐吼，要交就借两百，什么钱？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。无啊，两百无啊。来就回来，观众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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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开始收啦，来啦来。我跟你讲哦，来，哎等你。来 ，Hello。我咧讲，只阿边啊无咧卖物件，你甲讲伊就插伊啦。咱讲买啦，好啦。迄个，你在讲买这啦。好啦，在座阿要食棒棒糖的无？我咧煲卤鸡炸锅、烤箱两个烧好食，出来卖甲你加讲。好，我咧讲来，我知伊平常时阁足济人毋捌食过的啦。啊，等于用钱，唔系，免阁钱啊啦。伊基本上都熟的啊啦，一包二五支啦。外口咧卖一支才四十块、四十五块啦，一包绝对上千啦。我甲你讲，唔免卖阁啰嗦，喊你卖勉强吼。你这我卖这个物件，拢唔敢讲卖勉强。恁平时变个类，恁才来。吼，你讲真嘞，一包二五支啦，一千面、八百面啦，只要五百块。鲈鱼有啊，今天鲈鱼很大只哦。要吃就吃五百块就好啦，下面就剩五百块，然后无棒棒腿，卖勉强。五百，我就吃了就好啊。鸡腿也很有爱。无，来，我变大出来。哦，我跟你讲过啊，卖勉强吼，我就吃五百块，下面吃五百块，棒棒腿。我就是五百块，什么来的？五百，好啊！好来，哎、欸，还是你买食过，因为我听你只甲平常先讲吼，大家拢卖甲变变，叫你只我卖上少啦。咱讲真诶啦，反正恁只五百送来吼，大家较歹怪，安尼啦吼，恁这怪较歹怪，咱讲真诶来，来，好，一人卖两百块，安尼好无？好，两百块等于试食看卖好无？恁微波炉、气炸锅、烤箱都好啊，用我烧好食，卖提供来。来，好，卖讲一支卖四十块，好，三支卖两百，四支卖两百，五支卖两百，好，六支卖两百，安尼啦吼，七支两百，八支两百，啊，九支两百，想要食到这个算数，十支两百块来，好啦，两百块人要吃的无？放慢队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两百块吃下来，好啦，好，一、四、来、六、八，我讲十支我就吃两百块，放慢队想要吃的，放慢队我就吃两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放慢队，两百。过来要吃西无？棒棒腿好，就一两百块来，叫我棒棒腿。有人要吃无？无要吃，等边个卖房，紧张卖多平安嘞，好无？好，两百块啊。无吼，卖插话，我跟你讲吼。你的接触度爱较好嘞啦。因为我即阵啊一挂新的物件一直咧拖出来，你知无？你接触度安尼啊吼，变做我物件拖袂出来，你知无？系啊，我就一两百块棒棒腿，啥物吃两百？无啊吼，你话块无啊吼，来袂放来。我讲迄个姜汁包嘞，姜汁包最便宜啦，姜汁包啦。我讲来啦来啦来啦，好来。好，我讲吼，在做要食香鸡堡的无？卖香鸡堡，吼卖香鸡堡，赶快要交就借两百块来做香鸡堡，安尼好无？等于我你讲赶快用这咧，吼赶快用这咧用钱好食，出来卖个几公好无？好香鸡堡啊，我讲来啦，我来，好，卖讲五地卖你偌地，一地卖四十，五地，来，十地，卖讲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做借两百块来做两百块，怎么借？两百块，卖香鸡堡就借两百，我讲来，我来。十五条就借两百块香鸡堡，什么值嘞？等你吃看卖卖几公来过来。今年十条就借两百块香鸡堡，什么值两百块？卖香鸡堡就借两百，有人要值嘞无？
相机包200块。我嘛在找。无要，一个啦，莫好去讲啊，好啦，我讲嘛吼，即阵几号地都去啦吼，出去两百，都看啥物食200块。那要来无？卖相机包。来，姐来。来，五、十、十五，来，二十。二哥，我就一两百，你相机包啥物食啊？你莫看嘛，卖相机包，哪物食的无？来，倒来来，来，搁啥物食先？来五袋，来十袋，来十五袋，来二三。哦，二哥，我就一两百，好，啥食先？搁就一两百块，哪物食的无？卖相机包，我就一两百块，哪物真的无？无啊，相机包两百无啊吼。相机包两百无啊吼，来别帮买，我讲好来啦，来咧，我提一个不同款的好不好？来，我讲我提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哦，大姐等我一下哦，大姐，快等我一下啦，我讲吼，我提一个不同款的啦吼，你等伊啊吼，来，我讲吼，现在什么东西都好贵哦。讲一个重点，你八月半要到啊，你若有时间，要你等伊用烘的，不然你用签的，也一支签啊，甲签签落去烘袂歹食，啊，你若歹用烘的咧。啊，就是牵鸡啦，煮汤啦，你好无？哦，牵鸡煮汤啦，来，我讲，我只要食这個，我就爱用刀来切啦，来，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吼，这个是圆干贝、干贝啦，好，干贝啊，只要看得到啦，吼，干贝煮汤啦，打针啦，用烘的啦，安尼好无？啊，等下我讲重点哦，一包半斤尔，半斤的啦，嘿，咱讲贝啦，干贝贵三三啦，要算到上大卖啦，吼，咱讲真的啦，吼，要算到上大啦，吼，贵三三啦，好啦，一包外重半斤尔。好啊，真大粒真水啦吼！要食我招几下头啊，看啥物食无干贝啊！莫讲一包卖偌济，一箱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，干贝啊！我们一家三口一天的伙食费都嘛。今仔出一只干贝，我就食，看啥物食好无？来，有想要食，食半斤，我先讲一个哦。好，只卖五百，五百块。有人要来无？卖四百开三百，一个来。干贝三百块，啥物食来？三百块干贝，啥物来？干贝三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无啊，三百无吼，只半斤重，三百，二啊五来，一倒来两百，再食两百块干贝，干贝两百，啥物菜？两百块干贝。包，干贝只两百无要，你再准备食干贝，无少一遍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无。我跟你讲啊，中秋节快到，今仔先食干贝来啊，连菜都超贵。既然你想吃火锅，然后买火锅回来煮，两个三百好不好？买高丽菜，结果变了两吼，卖变降哦，吓死我！没变降啊，吼，三百。后来就买别的。佳姐，我就借三百，姐啊，来姐啊。我还不确定，还打电话问肥肥，一斤45是不是很贵？他跟我说贵死了。大姐，来大姐，看一下人，来三百下面海来。结婚啊，姐啊！你有时间啊，签签的有无？哦，签签的用啊，过来来。可以用奶油煎，或者是你煮汤也很好吃的。来，找我啊！先签一下啦，就爽。来，再来杯。哦，大姐用真的好食，好你啦哈！我嘛只个人讲一遍，到那边收两同意袂害，一包十袋一公斤，哈、哦，两包啦哈、哦，一包十袋一公斤，三百、两百、百五、一百块，来。两包二十袋，两起落啦，卖两百，卖百八，一来百块来得百五，那是150块，一百五，刚讲伊第一拢讲啊啦，吼，你讲真的啦，你好，没有半碗，你没有半碗哦，先点给，一片7块，百五块，来接下来，分分吧，无干杯，无干杯，来，百五块下面接，接下来，那边一半，那边两半，来，百五块来，这么便宜，再来贵。好，阿兰讲好食好，阿兰甲你讲好食好啦。大贵，来，二十袋百五尔。来，我来讲，大老贵，我就一百块来就好啦，一包一斤咯，两包两斤咯，三四斤啦吼，百块我就一百块，啥物来？阿姐来，好，百块大老贵，啥物食来？150块，什么来的？来，金马来，来，
可能就三十块吧。不要差多，我就一百块，什么来的？哦，百五块，什么吃来？会真重呢。车呀。车内底有肉夹啦，有肉夹算车啦吼。我来讲真诶啦吼。来，搁想要吃无？我就一百块，什么来的？百五块。无啦，百五无啦啦。来，兄弟。有影哦，你等下拢死一个人尔咧。系啊。咱讲真诶啊。做啥想歪啊？对，着要叫做啥想歪，等下拢死一个人尔。会真诶啦，无你骗。你脚掌也撸着诶吼。我脚掌也撸着，你咪无脚掌啦。我脚掌无三把啦。来。来，还搁啥要食咧？大姐来，我来。一包搁啥物菜？搁一包。来，一包搁来一瓶来。来，谁诶？报谁诶？叫快些啦。没差。报谁诶？搁一包来。没差。来，一包谁诶？我就是一百块，什么吃一百块，什么吃一百一包。